你好，我们是全傑科技，我是高金海，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。我们现在用 SigmaPlot 做一个三维的网格图，它的资料是这样子的，全部只有 Z 的资料，这是第一栏，然后下面是第二栏、第三栏，然后这样依次排列下来 ，OK。那我们开始一个新的 worksheet， 接下来我们在 worksheet 这边把资料输入，接下来我们将资料输入。那 SigmaPlot 里面会有一个经理帮你判断，因为我们这是整齐的资料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61，然后到50 ，OK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 Create 三维的 Mesh， 因为我们都是例资料，所以必须选 Mailing List。First Z， 然后我们到最后面就是 Last Z， 那这样就完成了，然后它就把你画出来了。那如果你想要改变它的大小，你可以在这边拉。那这个是它的 Region。那在这边有一些设定，我们可以显示它的背景，比如说我们如果打勾，我们可以选，比如我们刚才选 XY 的背景，那绿色的，就是 Y 跟 Z 的背景，选个黄色的好了。那你也可以打个灯。那如果你想要旋转，那你可以调这个。那这个是水平的，你也可以旋转。还有一个是有关于透视的，你要不要透视？就是透视80%的，那我们如果全部不要透视，把它放大看看 ，OK。那这个就是用 SigmaPlot 做三维的 Mesh 网格图，非常容易做的部分。那展示到这里截止，谢谢。全傑科技，谢谢您，再见。